济舱 E 是什么意思？科技上舱位 E 是经济舱位，通常价格以头等舱最高，其次商务舱，最低为经济舱。经济舱的座位是靠在中间到机尾的地方，占机身的1/4空间或者更多一些，座位安排的比较紧。中国航空规定，所有航线可免费托运一件行李，或允许随身携带一件手提行李。免费托运行李的重量为经济舱20公斤，公务舱30公斤，头等舱40公斤。经济舱里面又分不同的座位等级，折扣舱依次往下排列。